已经买好那个结婚对戒了，现在才要去做情侣对戒。我们选的是新竹蛮有名的敲敲金钟。中指啊，你手好粗哦。我不猜猜，
为我们是半年后才会结婚，然后戴结婚对戒。那目前这半年就想说，先来做个情侣对戒来戴，这就是我们的敲打戒，历经敲敲打打而成的戒指。